大家好，这是 Kero，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把洋溢着梦幻气息的手枪 GTB9 粉红式样，金色的徽章，粉色系的枪箱。这把枪从外包装开始就仿佛让人闻到香香的味道，打开箱子后可以看见精致的枪体和各种配件，填弹器、23连弹夹、替换的握把片，以白色、粉红色、玫瑰金为主配色的 GTP9， 整体看起来很有魔法少女变身道具的味道。而这把枪打起来的手感也相当不错，可以自由选择替换的握把，无论是男生或女生握起来都很舒适。枪体下身有着可以安装枪灯的凹槽，增加了战术上的灵活性，如果能够找到类似色系的枪灯就好了。整体而言，有着梦幻的配色，在性能与使用感上也相当良好的这把枪，很适合当作礼物送人或自己收藏。如果有想推坑女朋友的，那么就从这把开始吧。以上就是这次的介绍了，我们下次见。